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达克，我今天又来抽卡啦。关于这个卡夹，我可能只会抽11连抽，也是抽一次而已。因为呢，虽然说现在的新角非常好，因为你看他的技能都是提升自己能力，再 debuff 对方，几乎都这样了。现在几乎都改成这样了。然后呢，助理也是改成有两种的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我这个只抽一次呢？我并不会太在意这个后面这边的它的发展技能啊。为什么我只会选择抽一次？因为你这么多卡片，太花钱了。除非你真的很有钱，你就狂抽。但如果真的没有钱，你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卡夹。对，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普通，所以我只会抽一次。我的10000又不见了，石头太难存了。OMG！ 私のこの思いはどうか忘れないでほしい。リオ。我觉得做这个的人真的很会为男性角色着想，为男人着想，真的是四星那个位置放的也太刺激了吧！好，后面正常了，飞。阿尼亚，哇、哦！阿尼亚身材也太好了吧！喵！喵喵喵喵喵！家族みんなで聖夜祭を楽しむのにゃ！怎么办？抽到这个，害我想继续抽了。好了，抽四次了。我会不会没有主见？看黄光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这才叫正常发挥，有没有？然后绝对不再抽了，真的浪费石头。ご予約のお客様、ご来店にゃ。黄光哎。この気持ちは決して嘘なんかじゃないんだから。这个也好可爱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订阅我，按赞分享。